就是这个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了不可替代性，也使这款产品很快就从市场上脱颖而出。这么点小儿科的东西拿出来说，哼，没戏。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错了。叔叔，哟，小龙来了，哎，啊，给你啊，快叫叔叔。叔叔，哎，真乖。来就来，带东西干什么？嗨，应该应该的。您怎么样了？挺好的啊。您看我这最近有点忙，也没抽时间过来看您，您不生气吧？嗨，你这说哪儿去了？你来我就很高兴。怎么没跟媳妇儿一块来啊？我还一个人呢，哪有媳妇儿？哟，你看我这……大叔叔，您也离婚了？你看这孩子，我还没结婚呢，我哪能离婚呢？这孩子，哎，这么小连离婚都懂。写什么呢？啊，我看看。哦，还不错嘛，啊。严总，哎，你带手机了吗？啊，带了。借我用用，我手机停机了。怎么了？哎呀，我爸下午就离开病房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我找他一下午了，我看他是不是回家了。家里电话没人接，我还得回去一趟。哎，那我跟你去吧。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开车快。哎，不用。袁总，都这么晚了，就不麻烦你了，你赶紧回去看病吧，谢谢你。你先进去吧，家里没有的话，咱们到其他地方找。不用了，真的没事的。回去吧。哎，爸，你怎么回来了呀？这医院里到处找你找不着，你这样很危险的。走吧，我送你回医院。你怎么了？离婚证是你的吧？是。出卖三字斋的合同是你签的字吧？是。嗯，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都这个样子了，我这个病还治什么劲儿啊？爸，这个事儿你以后再说吧。啊，你现在刚刚动完手术，你在化疗，你这药不能停的。啊，我送你回医院。我这病啊，不治了。你别让我再添心病就行了啊，就万事大吉了。我不要看你，爸，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啊，我送你去医院好吗？啊，哎呀，我说你离开。哎呀，爸，你别这样啊，走走走，我送你去医院。你怎么了？爸啊，爷爷，天一，把门锁上。快上车。
治病去吧。行，这儿没事了。有什么事儿的话，到注射室找我。找一个叫袁水瑶的病人。好，里面请。啊，谢谢。有事你叫我。韩总，我爸那边刚安顿好，谢谢你，都耽误你治病了。没事儿，你爸爸情况怎么样了？大夫已经复查过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应该没事儿。很累吧？真累，真的很累。袁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说吧。我记得在洗车场你跟我说过，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可是我现在，我觉得很难。真的很难，你说我该怎么办？是因为你的现状影响了你的心态？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有精疲力尽、力不从心的时候。遇到困难并不可怕，关键的是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无法选择命运，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命运面前的态度。对不起，最后一句你再说一遍。我们无法选择命运，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命运前的态度。爸，那我上课去了。老李一会儿会来的，啊！哎，老李，你来那么早啊？上课去啊？对。哎，你电话怎么了？老打不通啊！我手机欠费停机了。你不一直想找一个晚上干的工作吗？我一个老朋友多年不联系了，开花店的。我最近呢，在报纸上看到他要招聘一个送花的广告。哦，这个是他店电话，你啊就打这个座机，找老板的手机，就说我介绍的。好，就是送花是吧？对，送花。好，好，谢谢，谢谢。嗯，哎，医生十点钟会来换药的，早餐我喂过了。哎，你放心。好，拜托了啊。哎，谢谢啊。哎，别忘打电话啊。哎哎哎，打个电话。打吧。哎，你好，请问是小丑鲜花店吗？哎，请问你们老板在吗？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招聘信息，我想过来工作啊。啊，手机我没有，我给你个座机号码吧。啊，6588395啊。哎，好，哎，谢谢。那我就在这儿等，哎，麻烦您尽量快点啊。哎，好，谢谢。老板娘，有巧克力味的雪糕吗？没有。哎，你看那个不行吗？不行，我就要说最好笑的笑话。大姐，现在几点了？说一对男女在河边分手。嗯，好了。然后男的就跟他说：“啊，你走吧。”然后女的说：“走就走。”然后过了一会儿，没走多远，这女的又回来了。这男的就说了：“哎呀，你还有什么事儿吗？”然后女的就说：“我有事儿想请你帮忙。”哎，谢谢。干嘛？对不起，对不起。能不能麻烦你用内部电话打？这一步我在等回电呢。不行，
用内部电话我讲笑话没感觉。来，没事儿，男的老在我后面看着我，真讨厌。大姐，现在几点了？1:45了。哎呀，大姐，能不能帮我个忙？我现在急着去上课，我快来不及了。一会儿如果有电话来找张三，麻烦您给我记个号码，回头我给他打过去，好吗？哦，叫张三是吧？张三，张三李四那个张三。哦，这名字好记，放心吧。谢谢啊，谢谢大姐啊。哎，等等我，等等我。哎，大妈，我打个电话啊。你不是张三吗？啊，对，我张三。啊，中午你走了不久啊，就有个电话找你，说了个号码，我帮你记下来了。啊，真的？哎。哎，对，就这个，给你。谢大妈，谢大妈。啊，不客气。谢谢啊。不客气。喂，哎，你好，请问鲜花店老板吗？哎，你好。行，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谢老板。不过啊，因为你是小时工，我们不能给你配自行车。你有自行车吗？没有。那你怎么送啊？没事，我跑着送就行。姐，哎，张帅，哎，买的什么呀，张帅？上次作业本的钱还给你。哎呀，干嘛呀你呀？你这个人现跑了一趟，一定要还的，一定要还的啊！当真了，什么事当真了？谢谢谢谢啊！其实上次，哎，算不说了，这钱你收好。有事，张帅。谢谢啊，哎，哎，这人，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是你们在培训班上的最后一课。下面有请彩虹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郑傲先生给大家讲一下他的成功之道，大家掌声欢迎。这就是袁水瑶以前的男友。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于经理太客气了，成功之道谈不上，我就是比大家入行早一点，经验多一些，所以我想今天咱们就做一个经验交流会，你们把有想问的问题尽管问我，我尽量答，好不好？来，第一个问题，请问您的彩虹公司创办几年了？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是这样，我了解一些彩虹公司的历史。据我所知，一个珠宝企业如果过了5年的关卡，还没有完成全国连锁模式的初步形成，也没有尝试进驻国际市场，那么再过2年它就有可能被市场淘汰，也就是说你要抓紧时间。你叫什么？陈天宇。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下一个。郑总，你是一位成功的珠宝商，你觉得一个珠宝商最应该具备的品质是什么？品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公司的袁总我们一起讨论过。当时我们都觉得做事专注非常重要。袁总就是一个做事非常专注的人，以至于他有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男人一样的在战斗。说句实话，做个商人不容易，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更难了。这么多年走过来，到今天，我想，除了做事专注，
懂得人情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非常复杂的一个群体之中，作为商人你更难免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当然我这说的人情绝不是请客送礼那么简单，是你要有正确的方式与别人沟通，以便传递你的商业理念，完成你的商业目的。所以我想如果你做事专注又懂得了人情，那么你也就是具备了一个商人的基本品质。袁总，你好。没什么，我正好路过这里。嗯，没什么别的事儿。我今天是特意来感谢你的。本来是想在公司里面，但是呢，我怕影响不好。你看之前我爸住在医院，你帮了那么多忙，我也没有专程来谢谢你。一直觉得心里怪过意不去的，所以今天特意来表示一下感谢。其实也不光是为了这个，因为你总是跟我说一些道理啊。这些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都说到我腰眼上了。哦不，都说到我的要害了，所以我特地来谢谢你，也没什么别的意思。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鲜花店做小丑送花，所以我就拿了一束花，还买了一个西瓜，希望你能够笑纳。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帮你做吧。我看看。哦，我知道了，我简单做。不着了。你到外面去等着，甭管了，我来吧。换一个。你坐下。
厨艺很差的，你将就尝尝吧。怎么样？嗯，很不错。你不常做饭哈？嗯，平时我是叫外卖，我今天就想尝试尝试，就这样了。哎，你来干嘛来了？哦，我是路过这里，我是专门来谢谢你的。你是专门还是路过呀？其实我是专门来谢谢你的。我早就想谢谢你了。但是呢，我怕在公司里面影响不好。你看我爸的病，你帮了很多忙，所以，哎，其实也不是，因为哦，对了，这个花是给你的。现在每天晚上我在一个花店帮忙送花，今天我看正好有一束花还行，我就帮你拿过来了。我想说什么来着？哦，我想说，你跟我说了挺多的道理，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哦，对了，我还拿了一只西瓜，一会儿吃完饭你可以吃。对，我就是来谢谢你。哎，你也吃点汤，因为你做的汤……哦，不用了，我吃过了。你试一下，很不错，很不错。啊，好。我忘放盐了。我们家好像没盐。瞧您说的，帮您跑跑腿算什么？对呀、啊，反正他是我哥们儿，对，在这儿住，没错。我给您算，没问题，您放心了啊。办完了，好，嗯。傅大龙，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人有点事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袁水瑶袁总家吧？是。三哥，你真行啊！你跟我玩这个，啊？哎，大龙，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我想的那样。不是我想的那样，你解释什么呀？啊？你解释什么呀？哎，我忘了问你了，你们俩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是旧情复燃，还是都那个了？哎，大龙，你别这么说。我爸住院，袁总帮我交了10000块钱的治疗费，我是来谢谢他的。哦，你是来谢他的，那应该，那太应该谢谢人家了。可是我就觉得奇怪了，你深更半夜来谢他干嘛呀？三哥，今儿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今天晚上过来是给我一朋友送点东西。我那朋友就住在袁水瑶家隔壁，他早就跟我说了，说你们的袁总是我的邻居，他也早让我拿点东西过来送送礼，走走关系，可是我就是不去。为什么？因为我傅大龙不是这种人，我从不玩猫腻儿。没想到，嘿嘿，我真没想到，你真诚啊，平时装的那老实巴交啊，我说什么你都不懂。哎呦，原来都是装的！我告诉你，张三，你们这种人就好深更半夜把脚踩到别人家门口。大龙，我告诉你，我服了你。大龙，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你爱信不信，不信算了。我就不信。于经理，于经理，
我，傅大龙啊。傅大龙啊，哎，来来来，哎，别拉拉扯扯的。哦，对不起，我这么晚了，您这是？哦，我给袁总送回材料，关于比赛的事儿。我就知道，全公司上下就您一个领导真正关心我们的比赛。别这么说啊，其实大家对这次比赛非常重视啊，我只不是一个公仆而已。对对对，于经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跟您反映一下，咱们能不能，对，到我车上去。去哪儿啊？我就到我车上去。那就在这儿说嘛，啊，什么事儿咱们都要光明正大的谈，对不对？啊，对对对，您说的对。嗯，但是我也没有不光明正大呀，我今儿要跟你反映的是关于咱们比赛的事情，很重要。比赛？对。上车。于经理，你是这个公司里最值得信任、最公平、最值得尊重的领导。唉，说事儿。如果我发现在这次比赛里有不公平的行为，我是不是要向你反映一下？当然了。咱们有一个选手和咱们的评委搅和在一起玩猫腻儿。谁？我刚才看见张三从袁守尧家出来。于经理，你听我说，这个张三啊，从上学的时候就一直追求袁守尧。傅大龙，他们两个，我也可以怀疑你跟袁总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也看见你在他们家楼下，对吗？于经理，我傅大龙不是这种挑事儿的人，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比赛。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还是为了其他的选手。如果他们搅和在一起，影响到了比赛的公正性，这不光是影响到了我，还影响到了其他选手。我这么做准。大龙，我真的非常谢谢你对我的信任，真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我回去会调查一下。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根有据。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我也可以说你恶意重伤领导，对不对？这样，我还有工作，好吧？大龙，你这种跟不正之风斗争的行动，我觉得非常的好。哎，你怎么来了？哦，公司这两天装修，我回来住两天。啊，我跟天一住那儿。啊，行，那你们去睡大床吧，我睡这儿呗。我去拿东西。哎，听说你去小手花店当送花园了。啊。一晚上多少钱？10块到20块钱不等。要不要我给你点钱？啊，我不用，我就拿你钱干嘛？哎，还有。你送花也好，当小丑也好，这我管不着。可是你不能天天晚上这么晚回来，你把天一个人扔家多不安全呢。这两天我在这儿，我可以看着他。可以后怎么办？我看你这工作干不长，你好好想想。我是觉得，就是英国的理念还是比我们国内现在有些。郑总，郑总，哎，郑总，郑总。其实当然不是照搬了，我是觉得借鉴吧。好东西什么的，对，大郎真就是一个硕士啊，可以帮我。来了，哎，是，还有把这个工作，你等会儿啊，大龙，你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昨天的事情真的误会了，真的误会了。解释什么呀？误会什么呀？啊，三哥，你往那儿看。郑傲，成功人士。陈天宇 ，MBA。你心里是不是现在特难受？啊，怪怪的，酸酸的，苦苦的，涩涩的，是吗？大龙，不是你想的这样。云总他帮过我，我老爸住院，他帮我交过治疗费。于情于理，我去谢谢他，这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那你跟我解释什么呀？我解释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昨天你误会以后，我回去想过了。袁总他借过我钱，为了避嫌，
我想把钱还给他，你能不能帮我筹10000块钱？三哥，你给我说句真心话，你到底利没利用袁水瑶？我没有，真的没有。三哥，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看到那边那三个人了吗？人家是天，咱们是地，像咱们这样的人，只能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不能玩什么猫腻儿，你知道吗？再说了，这个比赛是公正的，啊，大家眼睛里不能揉沙子，明白吗？你放心，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没有资格有这样的想法。你刚才说借多少钱？10000。行，我帮你想办法。谢谢啊。什么？喂，哪一位？郑傲啊，有事儿吗？吃饭？好吧，再见。老板，哎，张三儿，来的正好，刚来的单生意。哟，这么多花，谁这么下血本啊？是一个姓陈的买的。啊，哎，这是地址。啊，好。怎么，看不清吗？叫袁水瑶。你笑什么？雪瑶，你想到过咱们会在这样一个地方，以现在这样一个关系在喝东西？我没想到过。其实这些年就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想通，咱们当年那么相爱，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哎，怎么就分手了呢？想不通别想了，这个问题在现在来谈没意义了。那不对，对你来讲可能没意义，你提出的分手吗？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看在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跟我说说，最起码让我以后别犯类似的错误，是吧？你没犯什么错误。我真没错啊。哦，那我明白了。你是说由于我没犯错，才导致了咱们分手？那换句话说，我要犯错，咱们就不分手了，是吧？是我的错误。你哪错了？你一定要问清楚吗？哎，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了。
这就是你的错误，这就是你的错误。你需要糖的时候，你认为对方也需要糖，但是你知道对方需要糖吗？你不知道。你说的那种我知道，很简单，我也可以啊。请问你要加水吗？谢谢，不需要。这是你做给我看的，生活不是这样的。袁总，谁啊？是我，张三，你怎么这副打扮啊？啊，我是来给你送花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在一个小丑花店帮人送花。你怎么又送花啊？这花不是我送的。谁呀？陈天宇，我走了。哦哦哦！哦，对了对了，哦，怎么了？这个钱是我还给你的。你哪来的钱啊？这也是我借的。我钱不急用，你用吧。没事，你拿着吧，还给你我心里踏实一点。我走了。有点累了。哎，三儿，快来快来快来！哎呦，我的妈，我的妈！你轻点，那床心脏不好。没事没事没事，大妈今天给你介绍一个好的，又年轻又漂亮。来自农村，上过大学，人特通情达理呀。他不是要到这儿来吗？对呀，他就是到这儿来见你，正好叫你爸也看一看。你爸比你可心急哦。哎，他我的爸，人家条件那么好，又那么年轻，能看上他呀？哎，原来我也是顾虑这，可是人家呢，不嫌三儿年龄大，离过婚又带孩子，什么也没说。还主动提出来要见他。嘿嘿，你看看三儿，你看看，哎，三儿，咱说见，咱就见见啊。哎，喂，哦，到了，好好好，我叫三儿去接你。好好好好好。我去接他，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接他？不认识你不好问问吗？那鼻子底下长嘴干什么呢？就在楼下大厅。楼下大厅，楼下大厅那么多人，我问谁去啊？哎，那要不我去？你别，你叫他去，你这么个事儿都办不了，你还找什么媳妇儿？我看你打一辈子光棍算了。张三，袁总，你这怎么了？啊，没事，你怎么来了？我是来复查的。张哥，小倩，小倩，袁总，最近好吗？
我最近过得很好。哦，那你们聊，我先上去了啊。啊，我。哎，他怎么来了？哦，他病了，来复查的。你怎么来了？别人给我介绍对象，说叫张三，我一猜就是你，没想到是我吧？没想到。那走吧。干嘛？姑娘来了，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不用了，大妈，我跟三哥早就认识了。你们认识啊？嗯。哎呦，这么巧，认识就好，认识就好。叔叔，这是我给您带的水果。哎呦，孩子，这么客气干什么？没事，您身体怎么样？哎，好。好了好了，我跟三哥啊是真是凑巧了啊。有一天我是心情不好，走在路上，差一点就被车撞到了。哦，多亏是三哥救了我，要不然还指不定被撞成什么样呢。是吗？我正纳闷呢，原来是救命恩人呐。在路上，我逐渐习惯了匆忙，人到中年，生活忽然有些摇晃，我听到有人在喊你快跑，才知道理想是那么重要。我想起年少时唱的歌，谁要带谁去飞翔，去寻找那片光亮。他们要飞那遥远地方，去看一看，去望一望。我不愿对任何人讲我从没有过飞翔，每个人都在奔跑中成长，偶尔试着心中的伤，努力着把笑容尽量的挂在脸上。每个人都一样，越奔跑越有力量。张三说每个人都一样，越奔跑越有力量。张三说每个人都一样，越奔跑越有力量。